我们是光明的子民，我们一定要用光去胜过黑暗，这是亚伯拉罕的给我们的信仰，这是十字架所彰显的信仰。一本耶稣被钉死在那，钉在那里了，他还说一句什么话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各位，这里我说心怀不平，很多时候你会真的会心里有很多的不平，要事先胜过你自己，你才能够胜过你的环境，胜过你自己，胜过你的情绪，胜过你的环境，你才能够赢得你敌对你的人。OK， 好了，这个看不了，看不清楚直接跳过了。这是两个非常差异非常大的一个态度。啊，罗德只顾自己，亚伯拉罕顾全的是你我是至亲，怎么可以为了眼前这一些伤了我们至亲的关系呢？孙啊，不能欺多哈呢？孙啊，未去想这哈，竟然是这个刁鬼，一心一意干那个想这个，你我咱是至亲。蒙孙呢？你老爸早死，你老爸是我的兄弟，你是我的孙，咱的感情还会在为着安尼拍拍？亚伯拉罕为了顾全这个亲情，他宁可自己退让，把所有的不平通通吞下。但是我们当中许多人都自己在制造不平，对吗？别人还没有生气，我们自己先生气；别人没有情，还没有情绪，我们自己情绪先起来，是我们自己。但是我们又是基督徒，所以学习为了这个 whole mind 整体的 interest， 你要训练自己的 tolerance， 要训练自己的这个，希望上帝使用你，希望上帝呼召你，让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人在你身上看到有你真好。我们的人生的旅程没有多久，昨天我问他们说，哎，你们在非洲你们的平均年龄多久？你猜猜看他们的回答 ？Your average age in Africa? Average. 平均五十岁。啊，咱平均咱几岁？女生82，男生76，在台湾，他们在那里平均的岁数50岁。所以啊，这两位37岁，然后啊 ，Patrick 40岁。我说 Patrick， 你再活也没多久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所以 ，Am I right？ 所以不要再把你的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 strife 争论上，珍惜你的时间跟年岁，多做一些使人因你门徒的事，愿上帝祝福你。你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人，记住心胸非常重要，上帝开放你的心，坚固你的意志，让你一步一步向前走，流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吹着口哨，唱着好，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
短短的时间，但是我们享受你给我们的温馨、亲爱以及天国的景象。愿神的形象在我们里头没有消失，而且是因着年岁日日长进，成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。愿我们的心胸宽大，愿我们的爱人爱己的心更成熟，愿我们不只有领受，而是去行去遵行。有人问耶稣说，我们要如何做才能够承受永生？耶稣说，像那个好的撒玛利亚人，照这样子去行就对了。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引导，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生命的脚步，成为一个丰富生命的使者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Oh.